来的老铁，帮兄弟把红心点亮一下。第一步，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。第二步呢，靠墙做倒立撑，然后脚慢慢离开墙面，找身体的稳定性。也曾感到彷徨，当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指法和拳法的结合训练啊。当然这种方式呢，不要去注重外形啊，主要还是要体会我们这个发力啊。可以像这样平行站立，然后瞬间出手指，然后打拳啊，是手指螺旋两个结合起来，这种，当我们身体也放松，身体也放松。